小芬，你醒了！张强的声音穿透迷雾。林小芬缓缓睁开眼，刺眼的白光中，她感觉不到自己的双腿。我……我怎么了？她虚弱的问。张强握紧她的手，欲言又止。谁也没想到，这场车祸不仅改变了林小芬的人生，更将两人的爱情推向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。 而那个新婚之夜的惊人发现，又会带来怎样的转折？夏日的阳光透过窗帘洒在病床上，林小芬睁开眼睛，刺眼的白色天花板让她一时恍惚。她试图抬起手，却发现浑身都被固定着，动弹不得。小芬，你醒了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。林小芬艰难地转过头。 看到了男友张强焦急的脸，强哥，他虚弱地说道：“我这是怎么了？”张强握住他的手，声音有些哽咽：“你出车祸了，已经昏迷三天了。”记忆如潮水般涌来。那天，他开车去郊外采风，一辆失控的货车突然冲了过来。之后的事情他就记不清了。医生，他醒了。 张强急忙按下呼叫铃，很快，医生和护士匆匆赶来，开始为林小芬做各项检查。张强被请到了外面等候。半小时后，主治医生走出病房，脸色凝重。“张先生，医生说，病人的情况基本稳定，但……但什么？”张强急切地问。 医生叹了口气，但是他的脊椎受到了严重损伤，导致下半身瘫痪。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治疗，但恢复的可能性很小。张强如遭雷击，呆立在原地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一场意外竟会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。当张强再次走进病房时，林小芬已经得知了自己的情况。 他望着窗外，眼神空洞。小芬，张强轻声唤道：“林小芬，缓缓转过头来，眼中噙着泪水。强哥，你走吧，我不想连累你。”张强握住她的手：“别说傻话，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白头到老吗？可是我现在……”林小芬哽咽着说不下去。张强坚定地说：“不管发生什么。” 我都会陪在你身边，我们一起面对，好吗？林小芬看着张强真挚的眼神，泪水夺眶而出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张强每天都会来医院陪伴林小芬，他帮他擦身、喂饭、按摩，细心照顾着他的一切需求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林小芬越来越消沉，他常常整天不说话。 只是呆呆地望着窗外。一天，当张强像往常一样来到病房时，发现林小芬正在哭泣。怎么了，小芬？他关切地问道。林小芬抽泣着说：“强哥，你还是离开我吧，我现在这个样子只会拖累你。”张强握住她的手，认真地说：“小芬，听我说，我爱的是你这个人。” 不是你的腿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会一如既往的爱你。林小芬摇着头，可是我已经不完整了，你值得更好的人生。张强俯下身，轻轻吻了吻她的额头。对我来说，你就是最好的。我们一起努力，好吗？看着张强坚定的眼神，林小芬终于点了点头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在张强的鼓励下，林小芬开始积极配合康复治疗。虽然进展缓慢，但她的精神状态明显好转了。与此同时，他们的关系却引来了不少议论。张强，你真的要和一个瘫痪的女人在一起吗？张强的好友李明忍不住问道。张强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是的，我爱她。” 他的残疾改变不了这一点。李明叹了口气：“我知道你们感情很好，但你考虑过以后的生活吗？你们可能永远不能像正常夫妻那样。”够了，张强打断了他的话：“我们的感情不需要别人来评判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相爱，就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。” 尽管面临重重质疑，张强还是坚持向林小芬求婚了。当他单膝跪地，将戒指递到林小芬面前时，病房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“小芬，嫁给我好吗？”张强深情地说，“我想和你共度余生。”林小芬泪眼婆娑，颤抖着伸出手：“我愿意。” 当张强将戒指戴在林小芬手上时，病房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但张强的父母却对这门婚事表示强烈反对。儿子，你可要想清楚啊！张强的母亲苦口婆心的劝道：“照顾一个瘫痪的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你还年轻，何必给自己增加这么大的负担？”张强坚定地说：“妈。”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小芬就是我今生的挚爱，我愿意照顾她一辈子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张强打断了母亲的话：“如果你们不祝福我们，那我们就自己举行婚礼。”看着儿子坚决的态度，父母终于无奈的同意了。婚礼定在了秋天。这段时间里，林小芬的康复取得了一些进展。 虽然还不能站立行走，但已经可以坐轮椅了。而随着婚期的临近，林小芬心中的不安却越来越强烈。婚礼前夜，林小芬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张强察觉到了她的异常：“小芬，怎么了？”他轻声问道。林小芬沉默了片刻，才说：“强哥，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？” 和我在一起，你可能要付出很多。张强握住她的手，深情地说：“小芬，我们不是第一次讨论这个问题了。我爱你，这就是我唯一需要考虑的。不管未来有多么艰难，我们都会一起面对。”林小芬眼中噙着泪水，可是我害怕，害怕什么？害怕有一天你会后悔。林小芬低声说。 张强轻轻抚摸着她的脸颊，傻瓜，我唯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有早点认识你。明天，当我们宣誓，无论顺境逆境的时候，我会用一生来兑现这个誓言。你相信我吗？林小芬看着张强真挚的眼神，终于露出了笑容。我相信你。第二天，婚礼如期举行。当林小芬坐在轮椅上。 由父亲推着缓缓进入礼堂时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张强站在台上，眼中闪烁着泪光。当林小芬来到他面前时，他俯下身，轻轻吻了吻她的额头：“我愿意。”当两人交换誓言时，整个礼堂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祝福声。 婚礼结束后，张强推着林小芬回到了他们的新家。终于到家了，张强笑着说：“累了吧？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？”林小芬点点头：“好。”张强推着他来到卧室，然后说：“我去把行李拿进来。”当他再次回到卧室时，林小芬正坐在床边，有些局促不安。张强走到他面前。 微笑着说：“别紧张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说着，他开始脱下外套。就在这时，林小芬突然愣住了，他看到在张强的衬衫下隐约可见一件奇怪的背心。强哥，那是林小芬惊讶的说不出话来。张强笑了笑，完全脱下了外套和衬衫。林小芬这才看清。 那是一件特制的背心，上面布满了各种复杂的装置。这是我这段时间一直在研究的东西。”张强解释道，“它可以模拟人体脊椎的运动。我想，如果我能感受到你的感受，也许就能更好地理解你，照顾你。”林小芬泪如雨下，“你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”张强温柔地擦去他的眼泪，“因为我爱你。” 我想和你一起经历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，包括那些艰难的时刻。这个装置让我能更好地理解你的感受，也让我更加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刻。林小芬哽咽着说不出话来，只能紧紧抱住张强。张强轻抚着她的后背，柔声说：“小芬，我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不管未来有多么艰难。” 我们都会一起面对，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彼此相爱，就没有什么是克服不了的。林小芬抬起头，泪眼中满是感激和爱意。强哥，谢谢你，我爱你。张强温柔地吻上她的唇，我也爱你，一生一世。窗外，夜空中繁星点点。 新婚夫妇相拥而眠，开始了他们人生的新篇章。尽管前路可能坎坷，但他们相信，只要有彼此的陪伴，就能克服一切困难，共同迎接美好的未来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张强和林小芬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。每天早晨，张强都会穿上那件特制的背心，体验林小芬的感受。 这不仅让他更加理解妻子的处境，也让他们的感情愈发深厚。尽管生活中充满了挑战，但两人携手共度难关。张强不仅是林小芬的丈夫，更是她的护理员、心理咨询师和最好的朋友。他们一起学习如何应对各种日常困难，从简单的起居到外出购物。 每一个小进步都让他们倍感欣慰。林小芬也在努力改变自己，她开始学习绘画，用画笔记录下生活中的美好瞬间。渐渐的，她的作品开始在网上获得关注，甚至吸引了一些画廊的兴趣。一年后的一天，当张强推着林小芬在公园散步时，林小芬突然说：“强哥。” 我想试试站起来。张强惊喜的看着他：“你确定吗？”林小芬点点头：“我最近总觉得腿上有些感觉，也许……也许我们可以试试。”在张强的搀扶下，林小芬缓缓的站了起来。虽然只维持了几秒钟就跌回轮椅，但这个小小的进步让两人都激动不已。 你看，张强激动地说：“只要我们不放弃，一切皆有可能。”林小芬泪眼婆娑地点头：“是啊，有你在身边，我什么都不怕。”这一小小的突破为张强和林小芬注入了新的希望。在医生的指导下，他们开始了更加积极的康复训练。虽然进展缓慢。 但林小芬的状况确实在一点一点的改善。两年后，在他们的结婚纪念日这天，奇迹发生了。当张强推着林小芬来到他们初次相遇的公园时，林小芬突然说：“强哥，我想试试走几步。”张强小心翼翼地扶起林小芬，在他的搀扶下，林小芬颤抖着迈出了第一步。 然后是第二步，第三步。虽然步伐蹒跚，但他确实在走路。小芬，你做到了！张强激动得热泪盈眶，林小芬也哭了，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强哥，谢谢你！如果没有你，我可能早就放弃了。张强紧紧抱住他：“傻瓜，这都是你自己的努力。” 我只是在旁边陪着你而已。这一刻，所有的艰辛和付出都变得值得。他们相视而笑，眼中满是对未来的期待。五年后，林小芬已经能够独立行走了，虽然还需要拐杖的辅助。他的画作在艺术界小有名气，还开了一个小画廊。张强则辞去了原来的工作。 开始研发各种辅助残疾人的设备，希望能帮助更多像林小芬这样的人。十年后的一天，当他们带着可爱的领养女儿在公园散步时，林小芬突然停下脚步，深情地看着张强说：“强哥，还记得我们的婚礼誓言吗？无论顺境逆境，这些年我们真的做到了。”张强握住她的手，温柔地说。 是啊，而且我相信我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，直到白头。林小芬靠在张强肩上，幸福的说：“嗯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一起走呢。”夕阳西下，金色的阳光洒在这个幸福的小家庭身上。张强和林小芬的故事，不仅是一个关于爱情的传奇，更是一个关于希望、勇气和坚持的励志典范。 他们用行动证明，只要彼此相爱、互相支持，就没有什么困难是无法克服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很多像张强和林小芬这样的平凡人，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爱的真谛。也许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有完美的结局，但只要我们心存希望、勇敢面对，就一定能在人生的旅途中。 谱写出属于自己的动人篇章。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二个故事：瘫痪前夫被儿子接回家。离婚二十年后，儿子将瘫痪的前夫接回了家。妈，我爸虽然之前对不起你，但他现在知道错了。你们俩一复婚，他有人照顾，你晚年也有个依靠，不是两全其美吗？我当即笑了。 连夜将两父子赶出了家门，你自己养爹去吧，千万别让我耽误了你的一片孝心。旅游回来，突然发现客厅里多了不少东西，卧室传来两个人说话的声音。我推门进去，发现居然是儿子，还有瘫痪在床的前夫。前夫的瘫痪我有所耳闻，他几十年烟酒全沾。 家里又遗传高血压、高血脂，瘫痪在床的这个下场，我其实并不意外。可是我却没想到，已经瘫痪的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。前夫躺在床上，看到我进来后，脸上闪过一丝尴尬。儿子却高兴地迎了上来：“妈，你看我帮我爸做康复训练，如今他的小腿已经有点反应了。” 我顿时皱眉，将儿子拉到门外：“你把他招进来干嘛？”儿子解释道：“妈，我爸现在瘫痪了，不容易，也特别后悔当初的事儿。既然他都知道错了，那你也就别计较了。你俩复个婚，他有人照顾，你将来也有个依靠，咱家不又团圆了吗？”我瞠目结舌：“你管这叫团圆？” 儿子的话如针一样扎进了我的心。为了保护儿子，当初赵伟良离婚时，我并未对外说明原因。可他却一盆盆的屎盆子扣在我身上，说我不敬公婆，说我水性杨花，说我跟直属领导关系暧昧不清，他忍受不了，这才离的婚。我被别人的议论压得喘不过气，这才从原来的单位离职。 带着儿子到异地打拼，虽然攒下了不少财产，但这一路的艰辛只有我自己才知道。现如今生活总算好起来了，我刚刚退休，儿子也有了稳定的好工作，即将和心爱的女孩步入婚姻的殿堂。可现如今，儿子居然要我和他爸复婚，让我照顾那个摊子。 我心里不痛快，却还在试图好好劝儿子小陈。他早已经是别人的丈夫了，就算瘫了，也有他现在的妻子照顾，根本用不着咱们。儿子却说：“我爸出事后，他那个妻子早就卷了存款跑了。”妈，你这么推三阻四的，是不是就是不愿意照顾我爸？他眼睛一瞪：“我之前怎么不知道？” 你居然这么自私呢？儿子的话让我顿时从头凉到脚。我含辛茹苦的将他拉着长大，他居然指责我自私。可对那个抛弃他的男人，他却处处为他着想，甚至为了照顾他，不惜撮合我们复婚。果然，男人生下来便会共情男人，却将母亲的所有付出都当成理所当然。 而微不足道的，我的心渐渐冷了。潘晓晨，不管你怎么说，我是不可能给一个背叛过我的男人端屎端尿的。你想要孝顺他，行，你跟他搬出去，我一定不耽误你尽孝。我和儿子正在争执，隔壁响起赵伟良的声音：“儿子，你别逼你妈，你妈也不容易，要不然。” 你先给我租个房子，等你妈想通了，我再回来。声音简直忍辱负重。哟呵，这么多年没变，老畜生暴改老绿茶了。我刚要顶回去，突然见到儿子暴怒的将我的手挥开：“爸，你不能走。妈，你今天非得答应复婚不可。”我冷笑：“如果我不答应呢？”儿子强硬的说。 那我就去照顾我爸，不跟你住一起了。我没想到，儿子居然是非不分到这个地步。我强忍着内心的怒火，劝道：“小陈，我理解你想尽孝的心，但你也得为你自己的生活想想。你一个快要结婚的人，将瘫痪的爸爸接到身边住，美玲会怎么想？” 他会愿意和你一起照顾一个陌生男人吗？美玲是儿子的未婚妻，人懂事又善良。我也不愿意因为老登的事让他们的婚姻产生变动。哪知道儿子脖子一梗，美玲肯定会理解。她那么善良，才不会跟你似的这么自私。我气急反笑，干脆拉开门。行，我自私。 那你现在就走，你把你爸一起搬走。儿子可能没想到我居然态度如此强硬，脸都涨得通红。他愣了两秒，突然说：“走就走，我走了以后就再也不回来了，你可不要后悔。”儿子和赵伟良走的时候，门摔得震天响。儿子甚至还因为害怕赵伟良不舒服。 特地叫了一辆单程一千的私人救护车，单程一千啊！也不知道他刚刚转正的工资能给他爸打几次救护车。不过这些似乎都和我没关系了。自从儿子走出这个门，他就已经不再是我那个懂事体贴的儿子了。本以为他们搬出去，我就会恢复之前平静的生活，可没想到搬家之后。 儿子的微信还是会时不时的发过来，妈，我把我爸接进了我自己的房子里，他可高兴了。妈，我爸居然还想着我小时候爱吃冰糖葫芦，给我塞了十块钱让我买冰糖葫芦吃，感动。妈，我还带小美来看我爸，我爸说他想在我结婚典礼的时候上台说话，我同意了。 我看着这一条条自以为是的信息，一条都没回。可没想到，过两天儿子的电话又打了过来：“妈，我要恢复我爸的姓氏，要你一起去派出所。”我几乎要气笑了：“你要恢复姓氏是你的事儿，凭什么要我一起？”儿子却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怎么不要你一起？派出所让的，我不去。” 你能办就办，不能办的话自己想办法。我想要挂断电话，就听到儿子说：“你真不在乎吗？你不在乎的话，为啥当初一离婚就把我的姓给改了？”妈，你服个软吧，要不不,不仅姓改了，养老都没人养老。我不禁失笑，我怎么养老还不用你操心？你还是操心一下。 怎么给你爸养老吧？说完，不管儿子再说些什么，我首先挂断了电话。儿子如今真的出息了，居然敢拿改姓的事情来威胁我了。可是我是那么容易受威胁的吗？因为儿子的事情，美玲也打电话来找过我。她没有劝我，只是让我不要生气。妈，小陈现在就是一时间还想不开。 等他想通了，我会让他给您道歉的。听着儿媳妇懂事的声音，我心里也不是很好受。整件事情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，似乎只有他是被动接受的受害人。我对她说：“美玲，照顾赵伟良可以是潘晓晨的责任，但不能是你的。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一定要说出来。” 电话那头的美玲沉默了片刻，却最终什么都没说。把儿子拉黑之后，日子暂时安静了下来，不用每天给儿子做饭。我今天和老朋友爬山，明天约老伙伴短途旅行，日子过得逍遥无比。这一天，我刚刚从外头旅游回来，突然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。 接起来后，电话里头的美玲哭得我心疼。妈，您能过来一下吗？我匆匆忙忙的出了门，一进门，满屋子弥漫着屎尿的臭味。美玲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哭，见到我过来，一下子扑到了我怀里。我连忙抱住她：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美玲一直是个坚强的姑娘，我实在想不到。 他为什么能哭得这么凄惨？美玲还没说话，卧室里传来赵伟良的声音：“儿媳妇，儿媳妇，你跑哪去了？刚刚的事儿你可不能跟小陈说呀。他那么孝顺，就算你说了，他也不会信的。现在赶紧给我进来，把尿收拾了。以后爸爸不动你就是了。”看着美玲皱巴巴的领口和被攥得通红的手腕。 我顿时猜出来了所有原委，我拉着美玲走了进去，一把将赵伟良从床上揪了起来，左右开弓打了十几个嘴巴子，又气不过，拎起一旁倾倒的尿桶便倒在了他身上。赵伟良被我打得嗷嗷叫，见到是我，气焰顿时蔫了下去。潘良凤，你干什么你？啊呀，你疯了吗你？ 我一把又将他推到了床上，双手拍了拍。我就知道你狗改不了吃屎，但我没想到你居然连儿媳妇都敢下手。赵伟良被我吓结巴了，但仍然嘴硬道：“你你知道什么呀你？你就算你敢说，小陈也不会信的。我管他信不信。走，不管赵伟良的大呼小叫，我攥着美玲的手。” 就走出了门，一直回到我的房子。美玲的身子还忍不住的颤抖着，我给她倒了杯水，叹了口气。我应该一早就跟你说，赵伟良有多垃圾的。美玲抬起头，妈，这不怪你，我也实在没想到。见到眼前的女孩仍然在哭，我又说：“美玲，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？” 你还准备和小陈在一起吗？美玲突然哭了出来。从她的话语中，我才知道潘小陈，哦不，如今要叫赵小陈了。赵小陈将赵伟良接出去之后，没照顾两天，就用要上班的借口，将照顾赵伟良的活推给了美玲。美玲是个实习医生，上班也忙。 但赵小陈却说，他是在公家单位上班的，就算请假也不会被开。他还拿孝顺来压美玲，说美玲如果只顾工作不顾他爸，就是不孝顺。美玲没办法，只好请了好几天假来照顾赵伟良。可是她却没想到，赵伟良的人品居然这么垃圾。第一天小陈在的时候还好。 第二天就只剩我了，他就开始做了，几乎每五分钟就叫我一次，不是要倒水要吃的，就是哪里不舒服了让我捏。他要上厕所要我伺候，我不愿意，他就说到这里的美玲泣不成声：“妈，我不是不孝顺，但是他太过分了。”我安慰的拍着女孩的背：“他又没有养你长大，你对他根本没有孝顺的义务。” 丫头，妈问你，如果赵小晨的愚孝一直不改，你还愿意和他在一起吗？美玲沉默，却也一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我没有再提起那个问题，只让她安心的住在我这里。只是我心里由衷的心疼这个女孩。美玲没有父母和兄弟姐妹，是我一路资助她上的大学。 我看着他读了硕士，毕业工作，看着他一路变得越来越优秀，可以说我对他的感情就像是亲女儿一般。之前潘晓晨追求美玲的时候，其实我是觉得我那个儿子是配不上美玲的，但美玲也愿意，我便也高兴。可如今再让美玲和他在一起，我真的怕会毁了眼前这个美好的姑娘。 我们俩没住几天，赵小晨就气呼呼的跑了过来。妈，你凭什么不让美玲照顾我爸？你知道这几天我是怎么过的吗？赶紧让美玲回去！我将美玲挡在身后，冷笑的看着他。我之前说过了，谁的爸谁去照顾。你让美玲照顾你爸，美玲欠你们的。赵小晨气得牙痒痒。 你自己婚姻失败，就想着把你儿子的婚姻也给搅和失败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今天美玲非得跟我回去不可了。说完就要伸手过去将美玲给拉过去，我一把拍掉他的手。你就知道美玲过来住，难道你就不想问问她为什么会来吗？赵小陈的眼神头一次有些迟疑。我问过了，我爸说。 是误会，误会！我看着眼前的赵小晨，你脑子被驴踢了吧？赵伟良这辈子的追求就只有女人，你让美玲单独照顾他，你难道没想过美玲可能会遭受什么吗？赵小晨显然没想到这一点，他不敢看我的眼睛，但仍坚持道：“不，不可能，一定是你胡说的。” 你年轻时候管不住你丈夫，老了还要污蔑他。我爸根本不是这样的。啪的一声脆响，将赵小晨都打蒙在了原地。我看着他脸上的五道红印，拍了拍手。你爸就是那样的人，我早就对他没指望了。你要是再相信他下去，我真的怀疑你将来只会和他一样。我转头看向美玲。 就这样的儿子，现在丢我都嫌晚了。你真准备要他吗，妈？赵小晨无能狂怒。美玲最终选择了和赵小晨分手。赵小晨特别生气，一连缠了美玲好几天。从你不回来，谁来照顾我爸我妈？就是不想咱俩好到你觉得你还能找什么样的？各种言论应有尽有。 我其实也理解他的做法，他的所谓孝顺，其实都是建立在别人给背锅的前提下。之前他指望我，我走了之后就指望美玲。如果美玲也不在了，那他还怎么和赵伟良父慈子孝、岁月静好呢？我让美玲不搭理他，反正发几天疯就好了。可是没想到，过了一个多星期。 赵小晨居然发了他和另外一个女孩的亲密照，你也别觉得你自己有多好，离了你我能找个更好的。言语中的沾沾自喜可见一斑。美玲看了微信，将他拉入了黑名单。他回头看着我，眼中含着泪水：“妈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恐怕我还没有这个勇气和他分手。” 我安慰地拍了拍，借着他的手机看了看那张照片。照片里头那个女孩长得挺娇艳，但神情举止总有股说不出的轻浮感觉。更关键的是，我看着照片里的那个人，怎么总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？我觉得不对劲，便暗中找人查了查照片中的女人。一查不知道，没想到。 那个女孩居然就是赵伟良的妓女白纯，是他那个小三老婆夏雪和前夫生的闺女。我突然想起了带儿子走的时候，他奶声奶气的学着他妈妈说：“我妈妈说了，看不住男人的人才是真正的第三者。”看着手中的信息，我头一次被气到手抖。我没想到赵小陈居然这么白眼狼。 这种破坏全家幸福的女人的女儿，她居然就这样毫无芥蒂地,地接纳了，而且看她短信的意思，她现在已经和白纯在一起了。说到这里，朋友的口吻中充满了不屑。听说自从赵伟良瘫痪之后，他那个老婆夏雪就把他赶出了家门。不过最近听说夏雪也去了你那个城市，他俩是和好了吗？ 你那个前夫真是个人才，他那个老婆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他们不会找你了吧？梁凤啊，你可千万别跟他们搅到一起啊！我是什么人啊？就这点信心都不给我？我一边回复，心里头却在盘算着怎么对付那几个贱人。赵小陈搬出去后，名义上住进了他自己的房子，但实际上。 房子的归属人是我。如果他只是单纯搬出去住，那我自然不会计较什么。就算他和他爸住在一起，我也能因为他毕竟是我儿子，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是如果他真的让夏雪两母女都住进了我的房子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一边派人去老家详细的查夏雪的底。 一边暗中去了赵小陈的房子盯梢，果然没几天，我就发现了夏雪和白纯的踪迹。夏雪和我是完全不同的女人，年轻的时候就妖娆，如今到了退休的年纪，还爱穿旗袍、肉丝配高跟鞋，走起路来扭来扭去，还真是风韵犹存。而她的闺女白纯，虽然不如美玲长得标致。 但一张楚楚可怜的小白花脸，也确实是男人会喜欢的类型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当再看到这两个曾经毁了我婚姻的人，我发现我心里头居然无比平静，甚至对眼前的女人有淡淡的怜悯。但是我就不明白，他们不是卷了赵伟良的财产吗？怎么现在居然又心甘情愿地回来了？ 还一起住进了赵小陈的房子，在朋友的协助下，我很快得到了答案。原来赵伟良再婚后日子过得也并不顺利，他虽然保住了工作，但出了这档子事，这辈子都与升职无缘了。而那个夏雪本来就是个特别势利的人，见他和其他同龄人差距越来越大，便没事就和他吵架。 再说，夏雪原本就不是会过日子的性格。赵伟良又荤腥不忌，烟酒全沾。两口子虽然一直没离婚，但一直争吵不休，也都在外头有了别的心思。这一次，赵伟良脑出血，就是因为抓到了夏雪和其他男人在一起。听说那个男人在老家是个包工头，有钱有资源。 而夏雪回头找赵伟良，则是因为跟着那个男人投资失败，产生了什么矛盾，所以主动跑出来了。这听起来真的跟连续剧一样，波澜起伏的。不过，就算夏雪被人赶出来了，也不是住我房子的理由。年轻的时候破坏我的婚姻，如今还抢我儿子和房子，我要再忍让他下去，真成圣母了。 发现夏雪他们入住之后，我第一时间给赵小晨打了电话。毕竟，如果赵小晨识相了可以搬走，那我也可以省事了。不过，赵小晨不出意料的拒绝了我。凭什么让我们搬走？那是我的房子，我想让谁住就让谁住。给我一套房子不是你应该的吗？你是我妈，你不给谁给？ 在赵小陈的强词夺理之下，我没有坚持，很快挂断了电话。和这种人多费口舌是没有用的，必须得强硬起来，他才会怕。我在本市打拼多年，也认识不少人。朋友一听说我居然吃了这么大的亏，当下便给我安排一队保安队，十来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站在我身后。 那架势简直如同慈禧出巡。我本来不想让美玲一起，但是美玲担心我的安危，最后还是一起来了。到了门口，我先将那些小伙子安排在门口，然后直接掏钥匙开门。一段时间没见，房间比之前显得更乱了，衣物堆的到处都是，客厅的桌子上也摆放着不少外卖盒子。 地板都是黏糊糊的，屋里弥漫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味道。啧啧啧，看来这四个人住在一起，谁都懒得干家务啊！我光明正大的进了门，四个人都在家里，见到我进来都是一愣。赵小陈更是直接站了起来：“妈，又来干嘛？不都说了不搬吗？”脸上不免有些尴尬。 我唇角勾了起来，看着不敢抬头的夏雪和白纯，我来看看我的房子到底住了多少人。什么？什么？你的房子？那是我自己的房子。赵小晨看着白纯楚楚可怜的眼神，咽了口口水，强装镇定说：“是吗？可是写的是我名字啊。” 我冷笑着，将房产证复印件丢在了赵小陈身上。“什么？不是你的房子吗？”小陈、白纯和夏雪都瞪大了眼看着赵小陈。赵小陈脸上写满了尴尬。我根本没理他们，自顾自地说：“不仅带着背叛我的前夫住进我的房子，如今居然还让小三和小三闺女也住进来了。” 赵小陈，你还管我叫妈干嘛呢？你和他们才是一家呀！赵小陈被我说的哑口无言。赵伟良看了看我的眼色，瑟瑟缩缩的说：“梁凤，之前都是我对不起你，但现在我都成这样了，你难道就不能给我一个容身之地吗？这不应该是你儿子给的吗？我跟你非亲非故的，凭啥要给你？” 我冷笑地看着赵伟良，识相的话就赶紧搬走，否则我不介意找人帮你们搬。说完这句，我便光明正大地坐在了客厅里，美玲也站在我身后。对面的几个人大眼瞪小眼，居然是白纯第一个出了声。他小声地抽泣了几声，声音柔弱问：“小陈哥哥，阿姨说的都是真的吗？” 我和妈妈是不是真的打扰了你们？如果是的话，是。我瞪大着眼睛看他，赶紧走吧。赵小晨急了，挡在了白纯的面前。是个屁！潘良凤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今天真把我们所有人都赶出去，我以后都不认你当妈。你以后没人养老，老死病死，我都不会给你收尸的。我还没说话。 美玲站了出来，她用手指着赵小陈，手指头都在哆嗦。赵小陈，真没想到你居然为了别人这么说阿姨。当初你和阿姨刚刚来这里，没地方住，又没钱吃饭，阿姨一个人打三份工来养你，就这样都没让你受委屈。你学习成绩不好，阿姨找了不下十个家庭教师。 每一堂课都几百块钱，一直到你考上大学。如果没有阿姨的培养，你能找到好工作吗？之前你打球摔断了腿，阿姨白天要上班，晚上还得回来照顾你，自己都差点出了车祸。赵小陈，你如今长大了，有自己的决断了。可是你这么说你妈，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？ 美玲一直是个温柔的孩子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她这样声嘶力竭的讲话，我心里不禁十分动容。赵小晨愣了片刻，眼神犹疑的看向我们，随后又咬牙切齿的说：“那又怎么样？我能这样是因为我爸的基因好，根本不是因为他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就是不搬，你能拿我们怎么样？好。” 好，我点点头，拍拍手，对着外头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也别说什么了，搬吧。”一群精壮的小伙子瞬间鱼贯而入，将眼前的几个人都吓到了。接下来的事情简直是混乱。夏雪和白纯不断的哭，赵伟良先是说好话，见到不管用，就开始破口大骂。 而赵小陈顾得了这个顾不了那个，忙得不可开交。我才不管这些，将全部东西都收拾好，连人带东西给送到了小区大门口。暗事的人终于走了，我打量着室内的一切，决定先换锁，再好好的重新装修一遍。赵伟良住过的地方，我嫌脏，整件事处理的如同砍瓜切菜。 唯一受伤的恐怕就是美玲了。阿姨，您说为什么小陈变成了这样？他似乎难以接受，明明几个月前我们还是温馨的一家人，他居然就能为了那个人。我安慰地拍了拍他的胳膊。赵小陈和他爸一样，骨子里都是自私的。事情发展到这里，那些人的哄骗是一方面，赵小陈的蠢和自私。 是另一方面，而蠢人是没药医的。之前赵小陈还是我儿子的时候，我很容易忽略掉他那些像赵伟良的本性。但现在想想，早在很久之前，他的性格就已经定型了。在我为了他不停找家教，他却当成是理所当然时，在我对他的付出根本换不回任何回应时。 在他每一次对父亲的这个称号欲言又止时，他的心里一直是偏向赵伟良的，只是当时的我选择忽略。我看着美玲，美玲，你之后有什么打算？美玲黯然低头。我可能会过段时间搬到医院附近住。这段时间总是请假，已经耽误不少工作了，我得抓抓紧。 不过，潘姨，您放心，我会经常过来看您的。您就像我的亲妈妈一样，是对我最亲、最好的人。我攥着她细长的手，你想不想当我真正的家人？美玲明显一愣，我笑着说：“我不知道这个年纪还能不能收养孩子，但是我想拿你当亲女儿一样，你照顾我，将来继承我的财产。” 好不好？美玲似乎从来没想过这一点。她紧紧的攥着我的手，双眼逐渐续上了泪水。我安慰的拍了拍她：“你回去慢慢想，不要着急。不过，就算咱们两个没有这个缘分，你还是我最喜欢的孩子。”美玲突然一把抱住了我，声音抽泣：“妈！”一句称呼让我的心里动容。 不由得将她紧紧的搂住。虽然我没了儿子，但如今我又有了女儿了。那种感觉怎么比有儿子还香呢？美玲正式和我住在了一起。等美玲住进去之后，我才知道有个女儿有多贴心。她不会经常下班和朋友出去玩，每天都很早回来和我一起做饭。她很爱干净。 还经常带花回家，让家里头香香的。而且他工作、生活上都很省心，每件事都完成的干净利落，根本不用我费心提点。我和他一起做饭、逛街，商量着装扮家里，既像是母女，又如同姐妹。我觉得日子如果这样过下去，那我的养老生活简直是太舒心了。 可是，就偏偏有人看不惯我的舒心。这一天刚刚跳完广场舞回家，在小区门口，居然又看到了赵小陈。和上次见到他不一样，今天的赵小陈显得消沉了不少，衣服皱巴，胡子拉碴，看上去像个流浪汉。我目不斜视的从他身边经过，赵小陈连忙走到我面前，妈。 声音低沉而悲切，早已不如之前那般趾高气扬。我回过头，你还认我这个妈妈？赵小陈的脸上现出一丝屈辱。我没这个意思，之前只是一时上头而已。妈，你不会跟儿子一般见识吧？我嗤笑。我要说会，就是和儿子一般见识了，对吗？你现在是跟赵伟良跟久了，人也变茶了吗？ 赵小晨忍耐了半天，才说：“妈，让我回去吧，我保证以后不跟夏雪他们来往了。白纯，我也分手了。”我挑眉：“怎么，这么快就闹掰了？”赵小晨头低低的，但那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吗？之前你选择赵伟良的时候，就已经注定咱们母子的缘分尽了。与其低三下四的求我。 还不如仔细想想怎么更好的照顾你那个爹。我却没有搭理他，径直走进了大门。赵小陈想要跟进来，但是门口的保安早就拦在了那里，他没法进来，只能对着我喊：“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难道就不心疼你儿子吗？”我心疼，我心疼的后果就是让自己给他们爷俩当耗材。 最后，他们父慈子孝，生活和睦。既然如此的话，那我凭什么心疼？赵小晨倒是不死心，一连几天都在门口蹲我，有几次更是扯着美玲不放。我虽然让保安不放他进来，但他在小区门外蹲守，保安也无可奈何。没办法，我只好和美玲暂时住在了另外一套房子里。 我也很好奇，这个赵小陈不是和赵伟良他们住去了吗？怎么突然又回来找我了？在朋友的联系下，我很快得到了答案。原来，自从他们搬出去之后，赵小陈只能找了个三室一厅的房子给四个人居住。但是很快矛盾便出现了。赵小陈在国企工作，虽然也算是体面。 但目前的收入并不算高，之前住在自己的房子还好，如今又要租房子，又要负担四个人的生活费，很快便入不敷出。他向赵伟良和夏雪提出想让他们交点生活费，但被无情地拒绝了。毕竟在夏雪的理论中，赵小陈养爹和后妈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都是一家人。 凭什么要交生活费？更何况他和白纯还要在家照顾赵伟良，不用给他们护工费就算了，难道还要自己交钱吗？哟呵，谈生活费的时候就说是一家人，照顾的时候就扬言要护工费了，这双标也是让他们耍的六十六的。不过说是照顾赵伟良，实际上两个人根本不着家。 家里搞得乱七八糟，衣服不洗，地不拖，吃饭全都是外卖。赵小陈工作一天回到家，还得拖着疲惫的身体搞卫生。不仅不交生活费，夏雪和白纯的日常生活标准还挺高，化妆品都是几千块钱一瓶的外国货，用赵小陈的信用卡是刷的风生水起。而在家的赵伟良。 也没闲着，他虽然如今天瘫在床，可是人躺心不躺，成天抱着个手机，不是给这个女主播发红包，就是看那个擦边女直播。有一天晚上，赵小陈下班，居然还在家里头撞到了个按摩女，这可把赵小陈给气够呛，连推带撵的把按摩女给轰走了。可没想到。 赵伟良居然要跟他拼命，就这样，赵小陈苦苦支撑着一大家子，但他毕竟不是神人，几千块钱的收入根本负担不起这些超支的收入。最近，朋友听说赵小陈的 two 信用卡早就给刷超支了，如今正在四处借钱，捉襟见肘，这简直是现实报。对于赵小陈。 我虽然也有着隐隐的同情，但我也知道这都是他自找的。他明明可以和我、和美玲一起选择一条更平坦的路，但既然他已经选择了赵伟良，那一切的一切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朋友说赵小晨受伤了，下雪之前出轨过的那个男人突然找上门来。 要下雪归还他给他花的四十万块钱，钱是肯定没有的。几个人便吵吵了起来，争吵之间，赵伟良被那个男人从床上掀了下来，头不着地，直接上了西天。而赵小陈也因为阻拦那个男人，胳膊直接被打骨折，因为打架斗殴进了局子，没两天被单位开了。朋友还奇怪。 你说那个人怎么知道夏雪藏在这了呢？我抿嘴偷笑，他不清楚，我却知道，因为人是我找的。夏雪那么着急忙慌地从老家带着女儿跑路，肯定是有什么不得已的原因。我追查之下，果然发现她把那个男人的钱投进了高利贷，钱回不来了，所以才跑的。既然她这么害怕。 那我不如给他一个大礼。那之后，听说夏雪带着白唇彻底的离开了，至于去了哪里，就没有人知道了。最后一次见到赵小陈，是我和美玲一起去逛街。美玲喜欢香薰，我们便去了市里的商场看香薰。没想到走到门口，居然又一次看到了他。 他穿着黄色的 T 恤，拿着一份外卖，脚步不停。美玲忍不住放慢了脚步。妈，你说小陈他现在知道错了吗？我转过头去看他，又很快转了过来。他如果真知道错，就拼命赚钱，把信用卡给还了。至于其他的，就别指望了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 这句话是没说错的。美玲静默一会儿，释然的笑了。妈，我明白了。我拍了拍她的肩膀，并肩和她走进了商场。生活就是这样，选择只能建立在人品之上。曾经的我选择离开一段糟糕的婚姻，收获了人生的二度起飞。如今的我选择不为糟糕的儿子兜底。 收获了一个更好的女儿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俩肩并肩，往后余生都是好光景。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三个故事：春草。十四岁这年，父亲把我卖给了一个快死的老财主冲喜。他谎称我十六岁，就是饿得瘦小了些。那些人不在意，给了我爹五两银，说是老财主死了我就陪葬。 我不想去，可看着我爹手里的长鞭，只能哆哆嗦嗦去了。第二天，老财主竟然醒了，我不用死了，还吃了记忆中第一顿饱饭。晚上，婆子给我换了身绸缎的新衣服，我很开心，以为终于有好日子过了，却不想这是我悲惨命运的开始。晚上，我穿着绸缎的新衣服，开心不已。 跟照顾我的婆子分享，张妈，这是我第一次穿这么好的衣服，以后我过上好日子也会好好对你。来财主家三天都是张妈照顾我，她虽然很严厉的教我规矩，但是没有拿鞭子抽我，还让我吃饱喝足。我从她身上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。我想，娘亲应该就是这样子。 张妈看着我，叹了口气：“这就是你的命。晚上老爷过来，让你做什么就老实点照做，不然冲撞了老爷会被打杀的。”我很害怕，央求张妈留下来陪我。张妈站了一会儿，嘟囔着都是命，转身出去了。我想着张妈的话，坐在椅子上不敢睡，生怕老爷来了看我睡着了，把我打杀了。 不知过了多久，门口咯吱一声，我猛地睁开眼，看到一个穿着蓝色绸缎的男子进了门。我不敢抬头，扑通一下跪在地上，哆哆嗦嗦的说：“老爷好。”老爷的声音微弱苍老，不严厉。我紧张的情绪稍微好了一点，却也不敢抬头，只盯着那人的脚，看他坐在了床上。 抬起头来，我抬头看到一张灰白枯瘦的脸，没有一点血色。娘亲死的时候就是这样子。我吓得险些尖叫，想到张妈的话，又连忙捂住嘴。模样倒算齐整，过来伺候本老爷吧。虽然很害怕，但我还是慢吞吞地走了过去，还差点摔一跤。他也没有责骂我。 我松了口气，想着老爷人还怪好，可很快我就知道我要经历什么。他让我躺在床上，用绳子绑住我的手脚。我害怕的全身发抖，却不敢哭。这时进来一个道士跟一个蒙头大汉。道士在我周边贴了许多的符纸，又将一根细线连接在老爷跟蒙头大汉身上。 他嘴里念念有词，又唱又跳，最后将一张燃烧后的符纸放入碗中搅拌，让老爷跟蒙头大汉各喝了半碗。孙老爷，傀儡术已成，喝了魂酒，仪式就可以开始了。老爷点点头，道士转身离开。蒙头大汉端起桌上的酒，跟老爷一人喝了一杯，又粗鲁地给我灌了两杯。 入喉的酒辛辣，烧得我喉咙着火了一般，我忍不住咳嗽起来。渐渐的身上也像着了火一样。大汉往我嘴里塞了个木球，又绑住我的嘴，我发不出声音。开始吧！蒙面大汉扯去我身上的衣服，老爷枯瘦如柴的手落在我身上，我惊恐不已，拼命挣扎，却被一双大手死死压住。 老爷就像个魔鬼一样趴在我身上，口水糊了我一身一脸。我绝望的想死去，哪怕回家天天被抽鞭子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老爷终于虚脱的没了力气，躺在了旁边的榻上休息。我早已泪流满面，以为终于结束。可老爷躺下后却说：“傀儡上，蒙面大汉熄了灯。” 急不可耐地扒拉着我的腿，钻心的疼痛袭来，我疼得直接晕了过去。这个夜晚很漫长，我昏过去数次，又在刺痛中醒来。蒙面大汉就像不知疲倦的骡子，把我横过去、竖过来的颠簸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的，在睁眼看到张妈在我面前抹眼泪，见我醒了，她端了水给我。 我眼泪哗啦啦的流，却发现身体动弹不得，就连嗓子都哑了。先喝口水顺顺，我可狠了，咕嘟咕嘟的喝水。张妈又喂我吃了些粥，我便又困了。张妈抹着眼泪，骂了句造孽。这样过了几日，虽然每日好吃好喝，可每当我闭上眼，都是那个可怕的噩梦。 经常哭喊着醒来，我告诉张妈，我想回家。张妈也落泪，她让我别多想，她说熬过了第一次，往后就好了。而且我是死气，死也是财主家的鬼。老爷的身体越发好了，给了我许多赏赐。张妈让我藏好了，给自己留条后路，还教我把金首饰绞碎了，缝在衣服里。 闲暇时，张妈还教我认字。她用树枝在地上一笔一画地教我。她说：“女孩子认几个字，比睁眼瞎强。”我十分刻苦，学得飞快。张妈夸我天资聪颖，却又接着叹息。她说：“天命难违。”两个月的时间，我进步飞快，也没有再见到老爷。我渐渐地不再做噩梦。 以为就这样下去的时候，却在一天夜里被人压住了。我还没来得及尖叫，就被捂住了嘴。不是老爷枯瘦如柴的手，也不是蒙面大汉无可撼动的手。我害怕极了，拼命挣扎，却差点被掐死。又是半夜折腾，我在黎明前昏死过去，依稀听到那人骂骂咧咧：“本少爷看上你。” 是你的荣幸，不识好歹。第二天，我被一巴掌扇醒。一个衣着华贵的夫人，手里捻着佛珠，站在我面前：“贱蹄子，敢勾引少爷，给我狠狠的打！”话落，她身后两个气势汹汹的婆子把我拖下床，就开始扇我的脸。张妈站在一边，低着头抹眼泪，却不敢吭声。 我被打得晕头转向，耳边嗡嗡作响，伴随着夫人尖锐的谩骂。她骂我是不知廉耻狐狸精，勾搭完老的又勾搭小的。最后她说：“老爷好了，留着她也没用了，把她送到最下等的青楼去。”张妈跪下求饶：“夫人，她年纪尚小，犯了错狠狠打一顿，便是死了也是她的活该。” 只是现在老爷刚好，若是送他走了，老爷再出点什么事，就得不偿失了。夫人沉默了，她身边的婆子劝道：“夫人，一个贱皮子而已，切莫气坏了身体，也莫因他沾了杀孽。老奴觉得张婆子说的有理，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把他关到柴房，饿上三天，死不了，是他命硬。” 死了也跟夫人无关，我被扔进了柴房，脸肿的跟猪头一样。白天还能熬，可到了晚上，到处都是稀稀疏疏的鼠虫爬行的声音，时不时就有毛茸茸的、软不拉几的东西爬过我的脚面，我吓得裹紧自己，一夜没敢睡。第二日，我开始饿得难受，头昏眼花的。 求了半天，连口水都没要到，挨到晚上，我已经有些撑不住了。半夜时听到哒哒哒的声音，我连忙爬过去，就看到门缝里塞进来半块饼子，还有一碗清水。我忙喝了几口水，狼吞虎咽地咬饼子。别一下吃完，留点熬不住的时候再吃。下次不一定有机会给你送。 那是张妈的声音，我泪流满面。别哭了，好歹小命保住了，也没去那烟渣的地方。若去了，比死还难熬。我问张妈：“我还能回家吗？”张妈叹口气走了，让我忍。五天后，我已经奄奄一息。柴房的门终于打开了，一个婆子走进来：“别装死了，赶紧回去洗漱一下。” 老爷身体不好，我动弹不得，他便拿锥子扎我的胳膊，尖锐的疼痛传来，我疼得惨叫一声。知道疼就赶紧走，耽误了时辰，影响到老爷，把你千刀万剐也赔不起。我踉踉跄跄地回到住处，还没吃口喝口，就被几个婆子按着一顿洗刷。饥渴难耐，我忍不住喝了几口洗澡水。 才缓过来一些。张妈呢？那次之后，张妈没再来过。今天回来也没见人，柴房关着呢。做下人的认不清自己的身份，还敢跟主子对着干？要不是妇人慈悲，早把他打杀了。原来张妈那晚给我送吃食回去的路上被人撞见了，被毒打一顿后也关了起来，自生自灭。 我难过的直淌眼泪，婆子狠狠掐我，贱皮子，哭什么哭？主家的福气都让你哭没了，丧气！赶紧把眼泪擦掉，不然冲撞了老爷夫人，要你的命！我吓得不敢再哭。晚上我等了许久，老爷也没来。凌晨刚过，府里突然传来了哀嚎声，周围乱糟糟的。 看着我的婆子们嘀咕几句，又狠狠警告我别乱跑，就匆匆走了。我听到了，他们说老爷没了，那我得陪葬。我趁乱跑去了西北角的破院子，在一个上锁的房间里找到了浑身鞭痕的张妈。张妈，快醒醒，是我。张妈勉强睁开眼，你怎么来了？别管我，赶紧走。 老爷死了，我跑出来的。张妈眼睛瞪大，看着我的眼神充满怜悯。我赶紧把一路小心翼翼端来的水给他喝，又给他嘴里塞了块糕点。因为晚上老爷要来，他们提前准备了许多吃食，我一并扫了过来。张妈，咱跑吧。张妈叹气：“往哪里跑？抓回来，命都没了。” 现在这样，命也没了。跑了，说不定还有一条活路。张妈犹豫着。我知道一条进山的小路，走上半月就能到唐国。实在不行，咱们在深山里捕猎也能活下去。我偷偷跟我爹学过捕猎。我爹是个猎户，他说女孩子不能捕猎，但也从没避着我。我小时候成日跟着他进山。 偷偷练了一身好手艺，但怕我爹拿鞭子抽我，从来没敢跟人说过。可你走了，你家会倒霉，他们一定会去你家要人。我摇头。我爹把我卖了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没有家人了。张妈叹口气，问我东西带了吗？我点点头。这段时间，老爷赏给我的所有东西，都被我缝在了衣服上。 就算天热，我还是忍着，把四套衣服全穿在了身上。好，赌一把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最差也是个死。张妈起身，带我朝院子的一角走。张妈，方向错了。我拉住她，她却一把拉住我，走到院子角落的一口枯井处，就是这里。 我俩顺着枯井一直往前，从城外一个破庙后的枯井钻出来，往前就是通向唐国的深山。走吧，我们不敢耽搁，摸黑进了山。路上，张妈告诉我，那老财主府原本是他的家，只是家逢巨变后，全家都死了，他躲在枯井中逃过一劫，无意间发现了那条通道。 本以为逃出生天，却在投奔外戚的路上被人牙子逮了，将他卖到青楼。开始他反抗，迎来几次暴揍后，只能认命。好在他会琴棋书画，比一般的姑娘活得稍微好一些。后来他年纪大了，又遇到青楼失火，就逃了出来。阴差阳错回到了府里当下人。本来想了此一生，却遇到了。 我这个变故，我觉得我很幸运。如果没有遇到张妈，我早在半年前就被扔到乱葬岗了。在深山中走了大半个月，终于看到了几户人家，看他们的穿着像是唐国人。我跟张妈对视一笑，终于要自由了。不过张妈说：“防人之心不可无。”我跟张妈把身上的衣服弄得又脏又破。 脸也抹黑了，扮成乞丐的样子，拦住了一位大婶。大婶叫王七娘，她告诉我们，这是唐国边境的一个小村子，叫陈家沟。村民多以打猎为生，妇女纺织绣花，偶尔去镇上做点小买卖。张妈说，我们是逃难的母女，要去唐国西北边的深县找舅舅。 走岔路绕了几天才走到这边。王七娘打量我跟张妈一番，说了句“不容易”，便邀请我们去她家歇歇脚。别的没有，粗茶淡饭还能吃上口。这天也黑了，休息一晚，你们再赶路吧。我跟张妈道了谢，不愿打扰陌生人。王七娘热情相邀，让我们娘俩别顾虑。 他男人进山打猎去了，推辞不过，我们便把深山里捡的菌子送给了王七娘。王七娘家在半山腰，家里还有他的一双儿女，儿子石头十岁，女儿芝芝八岁，怕生，躲在里屋不肯出来。吃过王七娘熬的菌子野菜糊糊，我跟张妈就借了一间偏房休息。可能是路上太累了。 这一觉睡得格外沉。半夜时分，我突然打了个寒战，睁开眼便瞧见王七娘那张放大的脸。啊！我吓得尖叫，想起身才发现自己被绑了，张妈不知所踪。王七娘举着蜡烛，旁边站了个一脸傻笑、流着哈喇子的傻大个。壮，这女娃给你当媳妇了，娘在外面守着。 你跟他睡一觉，记得娘教你的吗？傻子点点头。娘，壮记得。嘿嘿嘿，我媳妇睡觉。王七娘出去关上了门，站在门外没走。傻子朝我扑来，我大叫了几声，很快便没了动静。壮，王七娘在外面喊了一句，没有回应。壮，答应一声，不答应娘进来了。 王七娘又喊了一句，见依然没有回应，便急急忙忙地推门进来，看到倒在地上的傻子，惊呼一声，上前查看。撞我一凳子将他砸晕。张妈掀开窗子：“春草，你没事吧？”春草是我的新名字，张妈给我取的。她说：“小草生命力顽强，春天是小草重生的季节。” 这之前，我叫唤地，我摇摇头。张妈走进来，朝昏死过去的母子两人啐了一口。怎么处理？我看了眼躲在门外的石头跟芝芝，弄死吧。石头跟芝芝都不是王七娘的孩子，而是像我们一样路过，被他留下了。这里三国交界，位置特殊，时常有像我们这样逃难的人。 说是逃难，但大家心知肚明。若不是走投无路，谁会放着官道不走，翻越凶险的深山老林？王七娘就是瞅准了这一点，对路过的人下手：年纪大的弄死，小的卖了换钱。我跟张妈刚来就发现，芝芝跟石头不是怕生，而是恐惧。喝蘑菇汤的时候。 俩孩子偷偷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，会不会出事？我爹说，对待畜生要一招锁喉，不然他就会反扑咬死你。我们逃难至此，本就身份不明，王七娘这个地头蛇一旦反扑，就会咬死我们。达成一致后，我们在王七娘家里搜出了许多乱七八糟的小物件，显然。 谋财害命的事情，他没少做。弄死他，就当为民除害。趁着夜色，我们把王七娘母子拖到后山埋了。石头跟芝芝带路，他们亲眼所见，他们的父母也埋在那里。处理完一切，我们一起上路。从此是母子四人，往西北方向行了半月，竟真抵达了一个叫深县的地方。 娘，您怎么知道深县的？曾有一位故人，老家便是这里，他回不来了，曾托我替他回来看看。故人是什么？我不懂。我只看到张妈说到故人时，眼中有光。张妈在沿河街的贫民区租了间老旧的民宅，三个房间，还带个煮饭的耳房，虽然很破，我们却十分欢喜。 总算有家了，我带着芝芝跟石头，把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，又随着张妈一起去采买。走出家门，穿过一条巷子，就能到沿河街。路边有许多商铺，还有摊贩，是我见过的最热闹的地方。张妈喊我财不外露，因此我们只买最基本的用品。路上遇到一个卖粗布的阿婆。 我瞧了眼芝芝跟张妈身上破破烂烂的衣裳，磨了半天，总算用半吊铜板买了一匹，回家便一人裁剪了一身衣裳。我用捡来的石榴皮煮水，反复染色，虽然颜色深了些，却十分耐脏。想不到春草还有这手艺，张妈夸了我的手艺，我受到鼓舞。 将染色的布拿到街上售卖，价格翻了一倍，却比布行里便宜一半的价钱。很快，找我买布的人越来越多。芝芝跟石头每日帮我忙前忙后，我便跟张妈商量，除去成本，每赚十个铜板，便拿出四个铜板吃饭。我跟张妈一人俩铜板，芝芝跟石头一人一个铜板。 他俩不要，我跟张妈劝他俩留下。人不可能一直靠别人，手里的钱是活命的退路。此后，张妈帮我一起染布，芝芝手巧，绣了绣片能卖个好价钱。我们三人凑了数修，送石头入了私塾。石头取名张平，芝芝取名张安。张妈说：“平安是福。” 石头脑子灵光，也肯吃苦。入学三个月便赶上考试，得了个童生。第二年参加乡试，得了个举人。他便帮着别人写信、抄书，赚些铜板花销。先生说他小小年纪，人却沉稳且有韧劲，将来定会有大作为。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，我也认识了猎户小哥青山。 他皮肤黝黑，笑起来露出两排白白的牙齿。青山的父亲也是猎户，在他十岁时被野猪拱死，留下他跟母亲相依为命。他母亲本是软弱之人，此后却变得十分凶悍，敢拿着斧头追着杀猪的王麻子跑几条街。从那之后，便落下个悍妇的名声。张妈说：“悍妇好。” 能活下去。闲暇时，我便换成男子的装束，跟青山进山打猎，捡点野果、野菜，偶尔也能打点野味，改善生活。青山母亲虽多数时候冷着一张脸，却会塞几个野鸟蛋或几块瓜枣给石头跟芝芝，也会给我。春草，你觉得青山这孩子怎么样？人好，聪明。 打猎的手艺也好，我瞧着他对你有些意思。女人这辈子若是能遇到良人，成家过日子也算有个归宿。我问了青山，他红着脸点头说会对我好一辈子。隔了几日，便有媒婆上门说亲。青山母亲送给我一个银镯子，青山送给我一只亲手雕刻的桃木簪子。他说。 桃木簪子辟邪，能保佑我们全家幸福。我送了他一个香囊，跟着芝芝学的刺绣，绣的鸳鸯像鸭子，好在坠了两颗玉石跟两颗银珠子，也算独一无二。青山却十分开心，就像得了个宝贝一样。晚上，我问张妈要不要把我的过往跟青山说清楚。张妈拉着我的手。 春草，你记住，那不是你的错，你只是想活着。过去的事，我早烂在肚子里了，你也该烂在肚子里。亲事定下来，青山每日起早贪黑，白天在山中打猎，晚上用掺了麦秸的黄泥巴把家里房间的里里外外重新涂抹了一遍。芝芝跟张妈给我缝嫁衣，石头则砍了许多竹子。 照着古书上的方法做家具，什么还没做成，手指头个个被划得血淋淋的。我们劝他不要做了，石头不肯放弃，最后还真让他琢磨着做成了桌椅、床等家具。芝芝忍不住感叹：“石头，你便是考不上功名，有这手艺也饿不死了。”张妈笑笑：“手艺人苦。” 咱石头是靠脑瓜子吃饭的人，将来考个功名才是正道。忙活了三个月，一切妥当，只待两天后迎亲。张妈喊我休息几日，等着做新娘。我看了眼最后几匹布，果断上了街，想着成婚后多休息几日。街角，一个大汉突然喊我：“换地，您认错人了。” 我叫春草。大汉舔了舔嘴角，别人可能认错，老子不会。毕竟你是老子开瓜的，记忆犹新。我浑身的血液瞬间僵住了。那噩梦般的夜晚，就像一只巨大的恶魔笼罩了我。你倒是挺能跑，难怪财主家的人到处找不到你。你认错人了，老子盯你好多天了。 怎么要嫁人了？那小子知道你被老子睡了吗？我坚决否认，拔腿就跑，却被他堵到了一处僻静处，拳头雨点般的落下。再跑，老子打断你的腿！我浑身剧痛，你想怎样？也不难，你给老子当个丫鬟就行。他说着，手胡乱的落在我身上，比两年前还大了。 放心，只要你伺候好老子，老子不打你。他把我拖到沿河的杂草丛里，我不敢哭喊，怕引来路过的人围观。脑子里全是青山憨厚的笑容。不行，我就算死，也不能让他毁了我九死一生换来的幸福。趁他不备，我拔下了桃木簪，狠狠地扎进了他的脖颈，鲜血喷溅而出。 你不让我活，那就去死吧！他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。我一脚将他踹进河里，他肥胖的身体转眼便被河水吞没了。我在河边洗了手，整理了妆容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回到巷子，张妈跟芝芝拎着提灯等我，见到我急忙迎上来，春草。 你没事吧？怎么现在才回来？进山了，看到个畜生追过去，迷路耽误了点时间。没事就好，快回家歇息一下。张妈领着我进门，青山跟石头出去寻你了。那孩子是真把你放在心上。张妈，像我这样的人，真的能幸福吗？我看着张妈，泪水忍不住打转。 张妈摸了摸我的头，让芝芝去烧热水给我洗脸。芝芝抱了抱我，春草姐姐，你是最好的人，你一定会幸福。芝芝出去，关上了门。出什么事了？我没说，人是我杀的，告诉了张妈，就会压在她心头一辈子。就是觉得我跟青山不合适，我这种人能活着就不错了。 说什么傻话！不过是个畜生，跑了算他命大，死了是他活该。洗个澡，睡一觉，明天能醒来就是最大的幸福。这晚张妈守了我一夜，天亮后，张妈摸了摸我的头，满脸疼爱。都过去了，我们春草一定能平安顺遂，子孙满堂。我跟青山成亲了，张妈。 吱吱跟石头把这两年攒的积蓄全给我置办了嫁妆，我给自己打了一个细细的银镯子，它是我最后的退路。婚后，青山待我极好，青山母亲也变了个人似的，见着我就十分欢喜。他说：“以前青山是我的指望，现在你来了，日子更有盼头了。”可那天，青山彻夜未归。 第二天晌午，我在一个陷阱中看到了浑身是血的他。他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。青山没死，但是他的腿断了。在我衣不解带的照顾下，他的身体越来越好，脾气却越来越差。最终，在他打翻汤药时，我翻了脸：“你要是不想活，就爬出去找个没人的角落去死。” 你放心，我既然入了你家的门，就会给母亲养老送终。这是我家，我母亲也不需要你养老。你走，我不走。成亲时我便说了，我生是宋家的人，死是宋家的鬼。他瞪着我许久，说道：“我要休妻。”休妻？对你被休了。我安静的看了他片刻。 转身将屋子里的活做完，走到他身边，将镯子退下来给他。这镯子是银包金，够你再娶个媳妇了。镯子里面的金子是在财主家攒下来的，是我的买命钱。我不要。宋青山很有个性，直接把镯子扔了，拿着你的东西滚！我没理他，一脚将镯子踢到他的床底下。 然后扯了根麻绳挂在了屋子里的梁上，把头套了进去，丢给他几块碎银子。这银子给我买口薄棺，随便找个地儿埋了就行，我不挑。交代完，我就把脚下的凳子踢翻了。伴随着宋青山惊慌的声音，窒息的感觉一波波传来。失去意识前一刻，我看到宋青山用一条腿蹦跶着过来。 再醒来，身边围着一圈人，吱吱哇一声就哭了。姐姐，你终于醒了，吓死我了！张妈神色平静，摸了摸我的头，傻孩子，日子过不下去就回来，跟自己的命较什么劲？石头狠狠瞪了青山一眼，姐，你的东西我收好了，你要是能走，咱现在就回家。青山母亲。 春草，你要是想走，娘不留你。是我们青山对不住你。我把跟青山说的话又说了一遍。总之，是生是死都是宋家的人。问青山，他坚决休妻。青山母亲拿了藤条，狠狠的抽了他一顿。他咬着牙，硬是没吭一声，比我还坚定。我扇了他一巴掌。宋青山。 那你想好了？只要我出了这个门，就不会再回头了。你的孩子就喊别人爹吧。我怀孕了，本想着过了三个月稳定了再告诉他，现在只能提前了。宋青山泪流满面，狠狠扇了自己几个耳光。春草，我对不住你，说好让你幸福的，可我现在成了个废人，我不想连累你。 可我最大的幸福就是你，成亲以来是我最幸福的日子，不用担惊受怕，不用为鸡宝发愁，他让我知道被人捧在手心里是什么感觉，我愿意为此付出生命。青山不再发脾气，每天蹦跶着一条腿，把里里外外收拾得井井有条。他说：“就算一条腿。” 我也不会让你吃苦。我每日上街，一边迈步一边打听治腿的法子，还真打听到临县有个治腿的老神医，说是能断骨重接。商量过后，张妈跟石头陪着我去了临县，花重金将老神医请了回来。老神医说能治，但之前的断腿长偏了，得断腿重接。断腿重接。 持续了一个时辰，青山硬是没吭一声，可他额头的青筋一直暴起，双拳握的没了血色，全身的衣服都跟过了水一般，是条汉子。老神医擦着额头冒出的冷汗，打量了一眼青山，一个月内尽量别动，之后可适当活动，但不可勉强用力。三个月落地，半年可痊愈。 我给老神医磕了个头，奉上枕巾，一两银便可。这是药方，连服七日。若是有条件，便一月炖只鸡补补营养；没有也没事，年轻人恢复得快。不是说十两银吗？那是你说的，老夫只拿该拿的。老神医转身就走，我急忙追过去，捧上四块六尺布。神医。 您治好青山的腿，就是我们一家的大恩人。这是我自己染的布，愿您四季康健，长命百岁。请您务必收下。老神医接下布，笑容慈祥。小娘子聪慧仁善，熬过了苦难，好日子在后头呢。六个月后，青山拿掉了拐杖，他想进山，被我拦下。青山，我临盆在即。 离不开人，经历了一次大劫，我变得胆小，晚上都不敢深睡，很怕这幸福的日子是一场梦，一眨眼就没了。听你的，那我染布，再编点竹篓、竹椅，拿到街上卖。养伤的六个月，青山跟石头学会了编竹子的手艺，他手巧得很，编了各种样式的小家具。 还给未出世的孩子做了摇摇床、小凳子，甚至还做了个小推车。好，现在我所求就是一家人平平安安。我肚子大了，便不出门了，想去厨房帮忙，被母亲赶出来，说怕油烟重熏坏了他的宝贝大孙子。母亲虽然声音大，可我心里却暖暖的。哪有怕油烟熏的孩子？ 只是他疼我罢了，我便在院子里转悠，缝孩子的衣服、鞋袜，绣朵小花、小狗，手艺倒是越来越好。这天青山回来，拎着两条鱼，河里发现了浮尸，这鱼也不知能不能吃了。万一他吃了尸肉，针尖一偏，刺进我的指尖，涌出一个鲜红的血珠。春草，怎么扎破手了？ 青山慌乱的握着我的手，把手指塞进他嘴里，拿出来时已经没了血迹，很疼吧？以后别做了，我心疼。不疼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看着满眼都是我的男孩，欢喜到极点，心也慌乱到了极点。是那个人吗？哪来的浮师？这里治安不是挺好吗？不晓得。 可能是上游冲下来的。听说脖子被富人用的簪子扎烂了。他要不做恶事，哪能有那种下场？要我说，他是罪有应得。那晚的记忆涌上来，扎了多少下来着？我记不清了，只记得簪子进进出出，全是血。青山，我肚子疼，腹部一阵剧痛传来，我一把抓住了青山的胳膊。 青山慌乱地把我抱进屋子，一边大呼小叫地喊人。很快，屋子里进进出出很多人。青山被赶出去，又跑进来。我听到他哭着喊我，可我顾不上他。腹部剧烈的疼痛一波接一波，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力气。臀位难产，最好的结果保一个。你们做好准备，保大，一定要保大。 呜呜、嗯，姐姐，你说等我出嫁会送我一个发冠，还说石头考上举人送他一支宣笔，你可不能失约！快醒醒，春草，你睁眼啊！我再不要孩子了，我只要你。周围乱糟糟的，过往的一切在我脑海中浮现：父亲手里的鞭子，老财主流着哈喇子的老脸，财主夫人狠毒的谩骂。 流着口水的傻子，那双死不瞑目的双眼就像一只巨大的魔鬼，将我推进深渊。耳边全是我的惨叫声、求救声。很冷，冷得我想放弃。突然，一只温暖的手握住了我的手。春草，撑住，不然你吃的那些苦就白吃了。青山在等你，大家都在等你。是啊。 撑不住，苦就白吃了。青山在等我，他是把我捧在心尖尖上的人，是这世上最温柔的人。还有张妈、石头、芝芝、青山母亲，他们都很疼我。老神医站在我面前，他摸了摸我的头：“小娘子聪慧人善，熬过了苦难，好日子在后头呢。”我心头一震，我要过好日子。 跟那些爱我的人一起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清亮的婴儿啼哭声驱散了所有的黑。生了，生了，母子平安，真是奇迹呀、啊！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一年后，我在街上卖步，听到人们议论：去年河里捞上来的浮尸有结果了，那人是个江洋大盗，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。 在邻国烧杀一户老财主后逃跑，邻国曾重金悬赏都没抓到，没想到就那么死了，简直大快人心。官家还贴了告示，要奖赏杀了那大盗的勇士，不少人去凑热闹领赏金，确实大快人心。我买了两条大鲤鱼，一条给张妈送去，说了街上听来的传言。 张妈很开心，说今晚给芝芝跟石头炖鱼补身体。我拎着另一条回家，进门就看到青山提溜着儿子，拍着他的小屁股：“臭小子，再惹娘亲生气，把你屁股打烂！”儿子委屈巴巴的，眼里蓄着泪水，看到我瞬间露出四颗小白牙：“娘亲，小草给娘亲。” 他胖嘟嘟的小手里捏着一颗小小的嫩芽，随风舞动。在下吧，听你的。青山连忙丢了儿子，找了锄头，在墙角挖了个坑。在这里，我再弄个竹篱笆围起来。我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，牵了儿子过去，将小草按进坑里。小草没那么娇气，春风一起，它就活了。 听你的，青山宠溺的看着我，儿子咯咯笑。他一眼瞪过去，臭小子，笑什么？差点把你娘亲折磨死，还有脸笑？儿子圈着泪看我，委屈巴巴。我抱起儿子亲了一口，别听你爹瞎说，我们有春是上天给娘亲最好的礼物。 青山凑过来，顺手把正开心的儿子薅走。那我呢？我好气又好笑的看着他，你怎么一天到晚跟自己儿子争风吃醋？快说，我呢？你是我的命，青山共春草，携手赴美好，熬过了苦难，余生都是幸福。